锦衣卫是明朝皇帝私设的法庭兼特务机关，专职缉捕一切谋乱叛党及大奸大恶者。锦衣卫本身是直接受皇帝管辖指挥，到了英宗皇帝期间，由于昏庸无能，大权落在太监王振手上，他操纵锦衣卫成为屠杀一己、残害忠良的刽子手。锦衣卫的任务极为机密，所以都经过严格挑选入伍，接受各种非人道的训练。参见总管。起来吧，列队。大家听着，这些都是杀人放火的强盗、奸淫妇女的色魔和阴谋叛乱分子，全部都是万死不赦之徒。我要你们替天行道，痛痛快快地杀了他们。不要！赵不群，由你开始。赵不群，你手下留情就证明你的心不够狠，心不够狠就不配做锦衣卫。听着，对付这些败类不能够仁慈，快杀！赵不群，这是命令，不准犹豫，杀！好，你们大家一起上，杀！烈火腾腾，鲜血淋淋，锤刑、鞭刑、槊刑、切刑，接受这些最残酷的刑罚的并非是犯人，而是接受训练的新兵本身，受不了的就被淘汰了。这种惨无人道的训练手法，目的是把锦衣卫训练成为一只即将自己生命置之度外而又残酷无情、六亲不认的冷血部队。赵不群，在。你爹犯了法，你杀不杀他？快说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回答我的问题。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！赵不群，快点回答我。假如你爹犯了法，你到底杀不杀他？不杀。推出去斩！是。等一等，总管，给儿子一个机会吧。住口！锦衣卫的规矩是六亲不认，他没有资格做锦衣卫，我不能因为他是我的亲生子而有私情。你听着，就算你将来犯了错误，我也一样会杀你。推出去斩！是。挨过了所有的刑罚，一块烧红了的烙铁烙在每个受训合格的新兵身上，锦衣卫三个字永不消失。从此他们就开始执行杀人的任务。高威风，高精神，你们都是从数千人里面挑选出来的精英，立刻就要执行替天行道、为国为民的神圣任务，你们要好好的去做。是。我刚刚收到皇上的密诏，边关守将施亨李作民不但不能护守国土，反而私通外族，阴谋卖国，事机不密，畏罪潜逃。你们说应该怎么处置？该杀。好，锦衣卫统领赵不凡，属下在。你领队把两个卖国贼缉拿归案，生死不论，不得有误。属下领命。是啊，是啊。来有痛苦在我心。
所有旧人，自己不免痛心，孤独闯血路，沿路凄难，丈夫冻悲难禁。别了所有旧人。